徐大军上尉包扬令，仪式开始，请总统就位，请家属代表就位。颁赠包扬令。请家属代表回座，总统致祭，请转身就致祭位。献花，行三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恭请总统致辞。徐大军上尉的家人，国防部邱部长、陈总长，我们国安会顾秘书长，以及各位国军弟兄姐妹，上个月徐大军上尉在执行飞行训练的时候殉职，让我们都非常的伤痛不舍。今天我们一起怀念大军，我要代表国家来谢谢大军。大军的祖父是空军飞行员出身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大军从小就立志成为战机飞行员，来捍卫领空，守护国家。过去从中正预校到空军官校，大军在课业上认真学习，面对任何艰苦严格的训练，他也努力克服困难，是我们学弟妹的表率。大军的个性活泼开朗、负责任、讲义气，也让他受到同学的喜爱和肯定。过去这段时间，同学们在留言板上向大军表达会替他把路走完，继承他捍卫领空的遗志，继续向蓝天白云飞去。我相信这不仅是对大军的思念，更代表了中华民国空军健儿的气魄。我也注意到徐爸爸在飞安事件发生之后，即使是内心十分的悲痛，依然希望社会给予我们空军支持，让同学能够尽快的回到飞行线上完成训练。我除了要感谢徐爸爸对国军的支持，也要勉励我们所有空军弟兄姐妹都能够回应这份期待，带着大军的信念和意志继续努力打拼。在这里我要请国防部务必全力协助家属照顾好大军的家人。最后我要再次告诉大军，谢谢你的努力，我们永远以你为荣。李晨，
走过来，谢谢。